日李玉刚在温哥华演出，演出结束退场时，李玉刚不慎摔倒，快速爬起后不料再次摔倒，工作人员连忙将其扶起，随后李玉刚仍坚持完成谢幕环节，粉丝们也纷纷评论道，李玉刚老师太敬业了，希望他不要受伤呀。相信很多网友都听过李玉刚的歌曲，不少网友也是非常喜欢李玉刚的歌曲，他的歌曲中也是基本上都是充满了古风，更是在每一首歌当中都有着自己男女生转换的唱法，这也是让李玉刚的这种表演方式让人感觉到很惊艳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样的李玉刚吗？